不是在底角，所以差一点。对，没错。博智空手切入，靠近篮筐也没问题啊。博智今天也打出了代表作，王博智，你看过？第一节的外线命中有点太低了。哇哦，又是空中作业，这回是李凯燕跟王博智的配合。又成功了，哇哦！给到前面王博智这边。